我哋公司其實做咗海味，做咗幾十年㗎啦。咁啊，就之前都有參加，不過只不過唔係用呢個名。咁啊，即係依家我哋本身發展自己個工廠咁樣咯，所以想推銷自己嘅產品俾多啲人認識。主要咧，因為由原材料由生產到銷售咧，我哋一條龍咁啊，變咗即係價錢方面咧，同埋我哋自己控制到品質咯。 即係自己加工自己成，咁啊品質方面我哋要求都好嚴謹，特別喺香港仔香港做，即係都要經好多嗰啲部門去監管噶嘛，所以啲人嘅信心咪有啲保證，信心好啲咯。